大家好，我是周密。大家好，我是菲菲。大家好，我是佳。这里是偶像本色。Hello， 这周大家过得怎么样呢？非常非常好，而且最近是樱花开了嘛，所以超级美的。哇，看樱花了吗？看了看了，就是没有去那个樱花节的那条路，但是就是我们做头发的那个店的面前就是一条樱花的。真的，如果大家来到韩国，会发现韩国有很多主街上都有种这个樱花的树啊，对，真的是很漂亮。对，而且最近呢，韩国最流行的就是破洞牛仔裤，所以大街你去大街小巷看到所有都是女生这样子穿的破洞的，就是在那个膝盖就拉两口子嘛。对，可是我们怎么会突然从樱花聊到破洞牛仔裤？就想说又在流行樱花，然后又在流行就是穿着上面嘛。是，但是因为牛仔裤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一种就是类型的裤子，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还是破的，都非常的有魅力。对，也希望我们的偶像本色能像牛仔裤一样经久不衰，越来越有魅力。对，那今天是不是也要期待一下？没错，当然的嘛，因为每一次偶像本色都值得大家期待的，不光是嘉宾，还有好听的歌曲。所以今天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是什么呢？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就是 Choyu 和崇一过的 Some 很好听。菲菲辛苦吗？最近两天，我现在，很想躺在床上。今天早上飞回来的吗？对，今天早上一大早为了偶像本色，然后一下飞机就去化妆了。啊，你还化妆了？没有，我其实没有化妆。那么辛苦还要化妆，果然是。其实我是素颜。你在喝什么？我在喝我最爱的那个茉莉花茶。超好听，就是一直第一名。对，就男生女生都很喜欢会唱。但我不记得歌词。
那这首歌是最近我每次去到那个音乐放送，就韩国的，对，他们都在一直在第一名的位置，然后现场的时候听也觉得非常好听。嗯，我也好想唱一首像这样的歌。不是，他就是会，你可以啊，不知不觉就是自己会就跟着唱，哼着跟着唱，对，因为他歌词也是很那种。很暧昧，浪漫，对，有点小暧昧的，有很符合这个季节听，对对对，是的啊，太好听了。但听歌以后，我们还是不要忘了来念一下我们的粉丝留言，因为很多的朋友啊，在我们这个偶像本色的这个微博啊，还有很多地方跟我们留言。嗯、对，我们来看几条好了。哎，我来念这一条，参加了创清楚全国创业挑战杯大赛的蜜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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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蜜哥哥，他是蜜嘟嘟。Oh my god！ 你怎么还敢这样子说？自从你上次飞飞是欧阳飞飞之后，我就不太敢说蜜嘟嘟是我的歌迷。还好叫周蜜的人不多，只有我一个。好了，那就希望这个蜜嘟嘟可以取得好的成绩。嗯嗯，加油加油！然后呢？然后是，我再来念一条，就是 Kimino。嗯，他是4月23号，我要拍婚纱照了。但是我跟老公最不会的就是拍照。嗯，希望三位主持人可以教我一下，怎么样可以拍出自然一些的照片。没有啊，就你们两个现在就马上站起来就。婚纱照我们两个也没有拍过，好不好？哎、没有了、就是。可是婚纱照一般不就是要两个人就是遥望远方，就比如说那边有个东西，我们要这样。不是，你们两个真是太不敬业了，给我摘下耳机，快站起来。这为什么站起来？你瞎 Q 哎、欸！不是，你知道站起来，然后就你知道拍相片。相片要怎么？然后就是看远方啊！什么神？你这个怎么可能？我天哪！你这是不是？来，你看我，来，我来示范。明明就自己想，自己想拍，明明自己想拍，应该是他硬 Q 我，这硬 Q 我，应该是这样子，然后这样双手这样，神经！Okay, 我明白了，菲菲就是想跟我双手合并。Oh my god！、哎、没有，我真的是为了这位朋友，你知道？但说实话，其实拍照真的是，尤其是婚纱照，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情。对，是你一个人，其实真的一次婚姻就对自己非常重要，所以要拍出最美的自己，其实就是要自信。对，而且拍照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觉得好像啊，别人在拍我，我一定要摆出什么样的表情，你就自然的，你就跟你的老公一边玩一边走的时候，你就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拜托给那个拍照的人。千万不要，我跟你讲，千万不能就是被摄影师控制。对，因为摄影师、啊、千万不要被摄影师看远方、看大海，想象有鸟儿飞过，哎，空气很好。这个时候，哎，就不对，不 OK， 好不好？所以希望你们拍出那个美美的婚纱照，有美美的这个婚姻生活。嗯，感谢所有给我们留言的亲们，然后。嗯感谢大家在我们这个官方的来往扎堆和微博给我们留言、嗯、我们接下来的每一期的偶像本色都会念出大家给我们的留言的，谢谢大家。对，所以呢话说回来，今天做来节目做客的嘉宾呢、嗯、其实是一位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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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的嘉宾。有多特别、嗯、这位特别的嘉宾他就是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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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哇，真的是这位粉丝真的等得太久了、哦、对，我们三个一起喊出他的名字好了。好，欢迎宋茜。音乐过后马上回来，欢迎宋茜。偶像本色哇，没错，今天的我们这个特别嘉宾已经坐到我们的那个 studio 的现场了。对对、嗯，其实说到青岛，嗯，一般会联想到什么？啤酒，青岛啤酒，韩国人真的是很爱青岛，超有名的。对，当然了，还会想到。对，还会想到最近其实除了像青岛啤酒之后，有这个跟青岛啤酒一起并名的一个称谓、no, 也是对，一到青岛就会想起来青岛的，对，自豪啊。 对，谁呢？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宋茜。来，我们打个招呼好了。大家好，我是宋茜。哎呦，宋茜来了哈、嗯！真的是粉丝，真的是一直在等你，一直在说为什么不请宋茜来呀、啊？怎么怎么？对，因为宋茜之前在拍戏嘛，太忙了。对对 对, 对。然后我们真的很想就邀请宋茜，因为就想说好朋友嘛，一定要来偶像本色来捧个场、嗯、对不对？对对对对对。怎么终于见面了，最近过得还好吗？这句话我是帮歌迷问的，我还蛮知道的。对最近还好吧，拍完电视剧然后回韩国来、然后有一点点时间可以就是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嗯、拍了有4个月了哈。嗯，三个多月。那个什么，你拍的那个简政奇缘，简政奇缘，对，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个电视剧是就不久前才杀青的嘛，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然后跟谁一起拍啊，然后电视剧主要讲的是什么呢？那部电视剧是根据一个小说来改编的、哦、然后小说本来呢是比较就是有那种侦探的感觉、嗯、但是改编之后呢就是一个就是好奇心比较重的小女孩，然后会一点塔罗牌、嗯、然后就是就卷到了一些杀人的那种事件中，然后就是你去侦探那些事情吗？对，我去调查那些事情，然后因为还跟我的身世有关、哦、所以我就去调查，然后结果就真相大白。哎，有点像女版的名侦探柯南吗？对，有一点点像，但是又不完全以侦探为主。嗯，但其实跟上一部拍的戏其实那个角色的跨度蛮大的吧、嗯、很大。上一次是演一个非常对、爱情闯进门， 对， 对，跟我一起演的。对，一定要 Q 出来，要 Q 让你对，哎呀，一定要 Q 出来。 对， 对，没错，就是这样就对了。 对， 对， 对，上次是个比较美丽的女生，灰姑娘变成公主，那这次又是一个比较不同的。你比较喜欢哪种啊？嗯，我觉得你一定比较喜欢前者。因为你是看到没，这是叫默契。你一定要接他的梗吗？没有。我们已经这样接了六年了。、啊、没有，其实都不一样，但是他们两个性格里人物性格还算是比较像，就是比较 活泼开朗，嗯，然后喜欢多管闲事。因为只有多管闲事故事才会出来，你知道吗？对，因为我本身就爱多管闲事。哎，其实我很好奇，因为你在那个《简真奇缘》里面是短头发，那是我第一次看你短头发、嗯，你戴假发。对，那你一开始试妆的时候，对，试妆的时候有试着长头发，但是就是导演还是觉得因为短头，因为长头发的话跟平时太像了嘛，嗯，然后就想要试一个就是不一样的，然后比较活泼比较古灵精怪的感觉，嗯，所以就短头发嘛，就是本来是女孩，然后装扮成男孩的样子，所以就感觉好像比较可爱，比较古灵精怪，比较活泼。对对对对对，对，那你更爱短发还是更爱长发？应该是更爱长发吧。嗯，都挺喜欢的，因为之前就是一直长头发嘛，所以刚开始拍的时候短头发就觉得特别新鲜，然后而且有短头发的样子有三个不一样的。 嗯， 嗯，然后呢就感觉特别新鲜啊，终于可以剪短头发，因为平时剪不了嘛，我们工作、嗯、对对，是对，不能按照我们想剪就剪，除非是那个新专辑需要。对，所以有觉得这样拍完戏短发觉得很适合之后新专辑造型想尝试短发？没有。哎，为什么？没有。哎，短发，哎，你们俩也都有过短发造型呢？对，但我没有，非常喜欢。主要是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新鲜，因为没有试过嘛，所以感觉就，然后到了一个半月以后就开始觉得，哎呀，压得我头皮好疼啊！对，就是那个超级痒，真的是很闷。而且我一天就是要从早上到晚上就一整天都要戴，然后中间要不停的换。对，然后就回去以后就感觉我头发就发根全部都趴在头皮上面，被压的了。哎呀，我不想再戴了。其实演员真的也是蛮辛苦的一个工作。 对， 对，那像我们现在这种就是可以拍戏可以唱歌有两重身份嘛，就算宋茜也是这样。 嗯， 嗯， 嗯，那宋茜最喜欢哪一个？就虽然两种魅力不一样，歌手和演员，对你个人来演的话，你觉得演员和歌手各自的魅力？我都喜欢。你都喜欢？我觉得就是因为演员和歌手两个就是可以、哦、我懂了。歌手可以做漂亮造型，演员可以戴假发。歌手戴不了假发、啊、你知道吗？不是，是演员可以跟就是男主角亲亲啊，不是吗？哎，这个我要怎么接啊？这个要怎么接？你应该很理解、啊、哎，可是你知道现在最近女生有时候打歌也会请一些就是男很帅气的 dancer 啊，对，拍 MV 的时候就可以那个什么。对啊，还是有那个、啊、有吗？难道你们没有过？我们没有、啊、所以菲菲原来演戏是想要拍亲近戏。哎，你们不也有首 MV 是那个把那个男生困在那个水中，然后你们在旁边不停的跳舞啊？对啊，但是没有亲近啊、哦。但是我没有想说要亲他。可是那个就很费解，我想说为什么要这样？就是这话题有点跑了。好了，我们回来正题。那你干嘛突然接啊？对对对对，宋茜怎么想呢？我们是个很 free 的节，很自由的节目，你知道吗？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很有秩序在说话，然后就你在那边一起夹在中间打乱。这是重点，你知道吗？就是要用时不时 cue 一下。来，宋茜觉得怎么样？反正我觉得歌手就是一边唱一边跳嘛，就是。很活泼，然后就是虽然就是每个星期天我们都要去电视台，就是要打歌音乐节目很累，但是我觉得
做演员也很累，但是两个就是不一样，一个好像歌手是动的，演员是静的，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动作里会想静一下，就偶尔调，动作想静一下，调试一下，就是换一个感觉去体验不同的角色。对，但是真的歌手，当你站在舞台上，你收到粉丝对你的那种呐喊，你是根本那个那种能量真的是不一样的，而且歌手是直接在观众面前对表演嘛，然后比较直接，然后演员就是。就宣传活动的时候我们拍完了以后然后就放给大家看嘛。是，但我们可以看到不光是就是不管是演员的宋茜还是作为歌手的宋茜，他都做的是非常的成功，可以这么讲了。嗯，所以那今天呢希望在我们的这个偶像本色这个节目中呢，宋茜可以多多展示一下自己的本色，就不要光在我的面前展示了哈，通过我们的镜头在我们给所有的歌迷朋友看一下，哎，原来真正的宋茜是这么的有魅力。对，为了更了解宋茜呢，事先我们有拜托这个偶像本色的工作人员做了一个调查和留言，所以网上有很多朋友们跟我们留言，就说哎，提到宋茜我其实联想到的是什 么有很多的留言，要不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么一起来喊一下口号，就是粉丝眼里的我棒棒，就是你在酝酿什么？没有没有，我真的还蛮想知道的，想知道什么，因为我也特别想知道到底粉丝眼里的我是什么样的。紧张吗？因为粉丝会讲很多不同的那个话啊。对啊，因为粉丝是对，也有可能想的都不太一样。对，是这个。对，这是我们在那个留言上面搜到一个搜集版。好了，那我们现在要先看的是刚才说到颜色嘛。对，在粉丝的眼里宋茜会是什么颜色的呢？但其实现在还是问一下你，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样的颜色？黑色。黑色，黑色，很少有女生会选黑色。对啊，为什么？跟我完全想的完全不一样，是吗？我觉得，有什么原因吗？因为我喜欢黑色，我从小就喜欢黑色。可是黑色感觉是一个比较忧郁，比较忧郁，比较酷，比较。但是我小时候真的特别就是特别内向，然后不说话。不太爱说话，对，在家里面跟家里人也不说话啊，是啊，是吗？那现在就是比较开朗多了。现在当然说话了，那现在你没有就是现在私下的时候还是想就是会私下还是不是话很多的人，就比较安静的性格。对，我想的你可能就是那种大概最近很流行那个叫什么。那种蓝色，很浅很浅的那个蓝色，对对对对对吧？明之色，我是想的是天空的蓝色，就是那种很浅很浅的蓝绿，浅浅蓝色，那种的感觉，给我们的感觉是有点超乎我的就是想象。那你想你跟宋茜，我觉得你应该是。因为我其实私下很了解他，我觉得他现在就是说的是真的是他的想法，是真的。对，我看到的宋茜是这样，也是黑色。但是我觉得其实大家看到的宋茜可能会用黄色或比较跳跃的颜色来形容，因为他给大家的那种感觉是比较活泼的，对对，一直笑啊，对，很可爱。我最不喜欢的颜色就是黄色。你们是不是朋友？那请问你喜欢红色吗？红色啊，因为他今天穿了。好了，那宋茜说的黑色嘛，我们看一下歌迷说的颜色是什么样。不会出来透明的吧？那说明这个粉丝很有彩色。金色哦，好金色，好不一样哦。因为是金色，怎么会是金色？金色就觉得你可能是在舞台上给大家放光的那种感觉，就感觉像是金色。也有可能啊，这粉丝就是从粉丝的角度来说，金色是很有可能性的。金色，也不错啊，魅力就是有种光芒四射的感觉，不错，金色是个很好的颜色。好，那宋茜，我们再来看一下，你想选哪个？粉丝眼，你想选哪个？季节啊，季节，季节，季节，四季很好猜。粉丝对，只有先问一下宋茜，只有四个。然后我们先不要问他，我们先我来看一下。那我喜欢过度，这个难猜，不能这样，只好难猜。我觉得宋茜会喜欢什么颜色？什么季节哈？你应该会比较了解啊。哎，我觉得他都蛮喜欢的，因为他对那个服装很有想法，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不管是冷还是热他都会打扮很漂亮，所以你就猜不中他喜欢冬天可以穿的季节。跟我穿的衣服，对呀，跟衣服有什么关系？你要是问我的话，我当然喜欢就是夏天和冬天。现在没人问你啊。姐好，别老把自己的想法放在我们身上。我不是 MC 吗？终于有人来压住你了。好，那请问宋茜喜欢的季节是什么呢？
可是女生与女生的角度来讲的话、嗯、我觉得你可能会比较喜欢夏天或者是春天，因为夏天和春天的话就是女生比较穿衣服就是最 happy 的时候，然后也可以秀出身材啊、嗯、或者是可以出去玩比较嗨、嗯、冬天的话就每天都会这样，我觉得包着包着。你觉得是秋 天, 秋天很好，因为它会穿的比较薄，但是又可以展现身材，嗯，就差冬天没穿。三个里面总有一个是对的。自从周明说了衣服，关于衣服的话，全部都是衣服。对，你看你们不要受我影响嘛，你知道要不同意我的想法还受我影响。周明觉得呢？啊，我很害怕他会回答四季这个话，啊、就我喜欢四季，春夏秋冬都喜欢。哎呀，没有，我只选一个好了，不用贪心。那我选春天好了。春天、啊、嗯，那宋茜为什么因为春天阳光很明媚然后衣服可以不厚不薄刚刚好，就衣服就是回到衣服没有因为回过来就是衣服，天气也很好啊，就是你比起秋高气爽来说、嗯、春季的那个阳光明媚是给人更加有一种精神的感觉。嗯，那你觉得你自己？我其实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冬天，嗯，因为我是冬天出生的，所以就冬天就下雪的时候特别喜欢下雪的时候，对，嗯，但是到最近啊，就是比较实用的，就是我觉得秋天实用，对，实用，比较实际，就是他家可能有一个那个自动的板，就想说，哎，我今天有点冷，我就按秋天，然后就瞬间变秋天，说，哎，不对，这夏天太热，我有点冷冷的，就点冬天，一点完后面大家就下大雪，你知道吗？没有，我是觉得秋天就是。怎么说啊？刚刚冷也不热，不冷也不热。春天也是啊。就比如说你说衣服的问题，就是穿什么都可以。嗯，春天也是啊。春天特别短，啊、而且最近都感觉不到春天。哎、啊，这倒也是，对，太短了。我倒是没想到。那菲菲猜对了耶！叮叮，厉害、啊、哇！那看一下粉丝、哎，我们都忘了粉丝有回答这件事。粉丝也叫宋茜。对，没有，我刚顾着跟宋茜聊了，看一下粉丝觉得宋茜是什么季节？春天。哎，你看看。啊，是不是你写的、啊、其实我是茂名的粉丝是春天哎、欸、春天也我觉得粉丝的想法都是就觉得哎包括金色春天都是很符合他在荧幕上的一些形象的感觉、嗯、就是比较开朗就是比较活泼的那种，你就经常用妆形容来女生就是像春暖花开一样，那我春天好了妆对吧，你看完春天春天了、啊、其实、哦对，春天挺好的啊。其实我四季都喜欢、嗯，对吧？对，你看我就说四季。来四季下一个，下一个、嗯，那就是粉丝眼里的你想选哪一个呢？现在只有两个了，只有动物和魅力。对，动物魅力、啊。那我要动物。嗯，应该是狗狗。哦，提前告诉我了。我倒是没听他说他喜欢什么动物哎。他应该是没养动物吧？哎，除了狗狗这种很正常的之外。嗯、怎么不正常、啊、因为狗啊猫啊经常在家里会养的一些小动物嘛、啊、我就说除了这一类之外就是还有大型动物什么狗熊啊狼啊兔子啊对动物园之类的，没有他这个是说粉丝眼里的宋茜嘛，肯定就不会说我自己是、哎、我的狗熊都跟你说没有我就说没有听宋茜有聊到他很喜欢哪种动物特别的、啊、对我觉得应该其实我们俩不是很熟我也看出来了，通过我们偶像粉丝的节目正儿八经的跟大家感觉上也两个人不熟哎。对呀、啊、其实都是这么一个人我们营造六年营造出一种假象很熟的假象好对你觉得是对的吗狗狗我有猜对吗哦狗狗是喜欢是我喜欢的动物嗯而且狗狗也很、嗯、就是很但他这里是说眼中的你自己眼中的自己是狗狗、嗯、啊对啊嗯粉丝眼里的宋茜我觉得是猫了我觉得宋茜如果他自己想应该是猫粉丝眼里我们你们两个主持人能不能好好听我讲话我们不是在问宋茜我也喜欢猫、嗯、但是我对猫过敏我也对猫过敏、啊、me too 我也是这里三个全都是猫过敏可是对你觉得自己如果你是动物的话所以我不觉得我自己像猫啊是哦、嗯、对那就是狗狗了狗狗突然好安静、啊、还有其实还有一些就是其他小动物也可以饲养的比如说我是兔子变色龙兔子、啊、兔子兔子哎呀你们属兔子我是兔的嗯啊哎那说不定就是兔子哎对真的看一下要看一下好了对眼里的宋茜是什么样的动物
就兔子，真的是兔子。哦、所以说我们不能一直想说，我们想的你是什么，应该是要按我们来想粉丝的眼里中眼里的我。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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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从一开始就好像是我们自己想的。因为我们想通过这个环节，不光是想知道粉丝就是怎么看宋茜，我们想知道其实宋茜他自己怎么看自己。对，所以这个环节也是要了解一下宋茜自己的想法。嗯、好，最后一个魅力。嗯。你觉得自己最大的魅力是什么？魅力有我的性感可爱，是要这样形容的吗？坚强啊！宋茜呢？怎么想自己？魅力、性感可爱，好多词啊！性感可爱、坚强，然后活泼、开朗、可爱跟活泼、开朗。漂亮和开朗离很远，哥哥。漂亮也很好，比如说大家觉得周密的妹有时候帅气。你就要自己 Q 一下自己吗？没有，我在形容一下。你别在救自己行不行？我们下次就不结巴了。开朗是个很好的性格，对，开朗的性格。那你猜是开朗吗？嗯嗯，我跟他公开看一下了。喂，菲菲，你好了解，好了解，没看到了解，没有，我真的没看到。就是其实怎么说呢？因为我们都是就是很早之前就过来这边嘛，所以肯定还有很多事情得就是自己要去经历一些东西。我觉得坚强肯定是，所以宋茜觉得在韩国现在待了几年了。七年了哈，嗯，那你觉得那个零七年来的，哦，一样的，哎，跟我们一样，对。所以七年的话，你觉得用坚强来形容自己这个过程中，嗯嗯嗯，对，我也觉得，就坚强是肯定有的，嗯，因为如果不坚强的话，就是一个人跑到外国来，然后也。语言不通，嗯，然后还要学习自己不会的东西。对，我觉得如果不够坚强的话是坚持不到现在的。对对对对对，但是我看节目七年中间宋茜上的节目好像没有在荧幕上哭过，很少。嗯，私下我们不说，就是荧幕上真的没有见她哭过。嗯，所以这样看，嗯，是不是自己比较喜欢？像菲菲就一说到哎你给妈妈就是留一个什么永昌平举之类的，然后她就会，嗯，妈妈，然后就会开始哭。对，我一开始出道的时候会这样。就是刚开始出道的时候，会不会也有很多 MC 会 cue 你说给妈妈就是留一封信？那个时候你没有？对，好像以前有过吧，但是不多。为什么这么，为什么那么多来找我？偶像评级。你好像很会写信的感觉，所以就是要经常跟妈妈说话。但是我还好吧，在节目中好像基本上没怎么哭过。嗯，对，然后还蛮坚强的，就是感觉那个性格才体现出来。对，而且，哎，其实，嗯，也没开朗的性格嘛，对，我觉得是个很好。对，我不想在那么多人面前哭的。啊，这说白了就是性格真的很坚强，对，所以现在才能打出一边自己的天空。嗯，好，我们离开坚强，我们看这边还有一个上面写了一个圭贤哈。圭贤，因为上一次我们有请这个 Super Junior M 有来参加我们这个偶像本色录制，嗯，然后我们问了一个话题叫做如果你就是你如果私下会把自己的心里话跟女艺人讲的话会跟谁，嗯，结果我就听了一个很不开心的答案，因为圭贤说是宋茜。我想说怎么可能，他只跟我讲的啊，他不是说宋茜跟他讲，是说圭贤跟宋茜他跟我讲。 对, 对，所以是真的他会跟你分享很多心里话。不多，但其实他撒谎，撒谎，撒谎，我就说撒谎。对啊，不多，但是，因为都各自都很忙嘛，所以，嗯，所以会经常碰面吗？跟他？嗯，偶尔吧，偶尔会联系，但是，嗯，也不多啦，因为其实你也知道，你们比较忙嘛。嗯，好了好了，我不会生气了。没有，他只是想说就是众多的女艺人之中就是可能跟宋茜比较亲。那我比较值得信任，比较熟。对，因为圭贤的性格其实也蛮好的，就是，嗯，对啊对啊，很容易很亲近，很容易亲近，性格很开朗，也是，而且中文也很好。但是你们俩聊天应该是用韩文吧？用韩文肯定。对啊，但是他会就是经常会夹着中文出来，你知道吗？然后发信息也有时候会夹着中文出来，然后会发拼音，然后我觉得挺厉害的。
挺厉害，对，好吗？突然音乐结尾就是说觉得很厉害，中文确实不太好。对，是真的。对了，那看完这个版之后，你觉不觉得真的自己的粉丝很了解自己？嗯嗯，我觉得应该比我自己看我自己好像透彻的多。对对对，因为对。毕竟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粉丝肯定还是了解不了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但是最起码就是在荧幕上的那个性格大家都很了解。嗯，金色坚强，青岛兔子春天。对对，我尽量朝这方面发展。我觉得现在已经是已经是这样子了。对啊对啊对，反正通过这个环节我们是通过聊天嘛，也了解到宋茜他自己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对对对对，也了解到其实粉丝对宋茜的心意是怎么样的。嗯，好了，嗯，那在我们玩了一通之后，聊了那么多，我们也来听一首歌曲来缓解一下我们的这个放松的情绪。嗯，好，听的歌曲是什么呢 ？FX Step。哦，收看的是偶像本色，本期的嘉宾是宋茜。是的，刚才我们进行了一个环节叫粉丝眼里的宋茜。哎，而且我听到宋茜刚跟我讲说她有点紧张。哎，因为是跟好朋友一起做这个 radio 节目。嗯，是 的，这么紧张啊。嗯，先回想一下我去年年底的时候有去上宋茜主持的一个节目。嗯，
然后我特别紧张，还冒冷汗。我还跟宋姐讲，我好紧张。是哦，对。是因为要用韩语，所以你怕吗？不是不是啊，有可能、啊、韩语当时可能是有，可是我觉得紧张的点是，我觉得可能如果在做主持的立场上，他会比较放开可以说话，因为是就主场的感觉。嗯嗯嗯，对，而且也很怕我说不好话会替他丢人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因为作为好朋友去支持去上节目的话，对对对对对，会。对，那刚刚看了一下就是粉丝眼里的宋茜、没错，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再聊一聊宋茜眼里的宋茜。好，那这个环节叫做宋茜眼里的宋茜。其实网上的那个新闻报道也非常多、就是一般都是关于他就是什么歌手生活呀、参加活动啊，参加活动的一些报道、但是有关宋茜的私生活的真的是报道真的是没有、很少很少、基本没有、对，那么今天我们就直接听宋茜他自己曝光自己的私生活。哇，这么劲爆啊。自己曝光自己是，就可以聊的点是，对，今天聊的点就是过去的宋茜是一个怎么样的宋茜啊？然后那现在已经成为艺人了，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宋茜？还蛮好玩的、也可以更加了解他，好吧？那我们来回到十年前，具体来回到十年前，说一下十七岁，对，说一下十七岁的宋茜，就变了十七岁，要跳起来就跳一下，然后就换了衣服，对，就变到十年前了，是啊，好冷啊。那是我去年最喜欢的方法。对，你他去年我们上他的节目，然后就说，哎，好，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跳起来以后就变成那个晚饭就来了之类的。我真的，因为他要切近嘛，要切近嘛，然后我们要换衣服，然后说，对，然后再坐下来就换好衣服了。坐下来就换好衣服了啊！如果节目做好的话，真的是还蛮神奇的，马上坐下来蛮好玩的。当时还有接着很多好吃的时尚。嗯，好了，那这里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边有个板子啊，就是宋茜刚刚自己亲自写好的答案，然后我们一个往下看好了，先看一下这个第一行是歌曲，然后左边是2004、右边是2014。2004年宋茜喜欢的歌曲是什么？是什么歌呢？2004年的歌真的是要好好的回想一下，好久了，要猜吗？2004年，你记得2004年什么歌吗？我觉得是王菲的啊哎，不是啊。因为还想说眼神会给我提示，因为他当时有训练生的时候有唱王菲的旋木、旋转的木马，那也没有很久，那2007年对吧？对啊，对，但是那是2007年之前的歌了，对，啊，那2004年之前呢？这么早？不知道，那就是2004年以后，2007年以前的歌。好，那就看一下宋茜写的2004年的歌曲是什么？这是真的很难猜，歌曲太多了，《江南》，江南，江南一。咦，林俊杰啊，江南林俊杰，林俊杰哦，江南真的好红啊，那时候。对啊。天天夜夜天天，哒滴哒哒哒哒的我，深深看你的脸。出去。你看，你看，我一唱歌，我唱那么好听，真的是。来拍，给个掌声。以后加一跳就出去，换个跳去。好吧。哎，我怎么会喜欢男生的歌啊？因为我昨天晚上查了一下2004年有哪些歌，这首歌好像是我们正好是我在舞蹈学校上学的时候，真的是好像是都听这首歌，就男孩女孩啊，就是走在学校哪个地方或者路过那种音响店啊，都会放这首歌。对，然后那个宿舍就是我们以前就没有，就是那个 radio 就是什么录音机还是什么乱七八糟，就只放那个歌，就买他的碟回来，真的，哦，所以那个对，所以我昨天晚上听了一下，就能想就听这首歌，就想到大学的时候，大学在哎不是大学之前，04年不是大学，大学之前，大学中专吧，是中专毕业的时候，对，所以就是非常忙碌的一年，然后但是就听这首歌过来了，江南。那么2004年是林俊杰的《江南》，那么2014年，现在变到2014年会是什么歌呢？因为之前2004年是在中国嘛。对，2014年就在韩国待了很久，可能就受更多海外音乐的影响。对对，那我们看一下2014年是什么歌曲好了。2014年比较慢。Sweet， 哎呦，干嘛这样啊？这是。其实我刚刚有在想说，啊，2014年 FX 会不会写他自己的歌啊？对，还没出专辑，那应该就不是。太感谢了，太感谢了，真是太捧场了，好朋友。真的好听啊。是真的好听写的吗？好听啊，那最喜欢的 Swing 的部分是比起好听呢，是舞台的那个那种更好看，对，更好看好玩，然后
歌也不错。想必你更喜欢部分就是我一出来跳的那个部分，对吧？我最讨厌那个部分了。他在跳绳，跳绳的部分。怎么是太熟了吗？开玩笑啊。那所以平时除了就是好朋友的歌之外，最近会听中国歌曲还是韩文歌曲还是？最近说实话没怎么听歌啊，都是在看戏，拍戏。对，因为怎么说啊，在中国就拍戏拍了三个多月嘛，回来以后就是有很多比如说综艺节目啊之类的都没看，电视剧啊都没看，就是没有时间看，所以回来以后就恶补开始狂看。那个星星看了吗？没看，还没看。你是说电影星星吗？就不是电影星星。那是来自星星的你啊。对对所有人都说好看，让我拍电视剧的时候啊所有人都看，然后我没时间就没看，然后现在还没开始看，但是就有时间可以趁着休息的时间来回顾一下。对，对，但是我喜欢就是有时间的话，比如说两天三天没有事情的话，就一直连起来看。我不喜欢中间断着看。我也是，对，会想的，是会想。好，那饮食，2004-2014，饮食是个特别大的问题，因为背井离乡嘛，来到韩国。但是04年应该是中，他还没来。04当然是中国了，但14就是在韩国待了很久了。对。啊、那么04青岛有什么？啤酒算是不算了，啤酒算饮料。04年你在北京对吧？对，对啊，应该是喜欢吃北京的。我觉得火锅也喜欢吃。火锅川菜，川菜也喜欢吃。你该不会给我写所有吧？我不吃香菜。啊，不吃香菜，就所有除香菜。哎，应该是。什么肉夹馍或者是、哎、凉皮、哦、说的好想吃凉皮好好吃、啊、凉皮不就是那个以前因为北京那个时候这个话题聊大家流口水的这个、哎、你知道以前学校门口都会卖那种就是小推车卖很多小吃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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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还有那种鸡蛋饼对鸡蛋灌饼哎呀所以我在想你是不是写的就是鸡蛋灌饼之类的04年嘛那个时候04年、刚才有人说对了有人说对了是我说最多你什么呀？哎，你刚说，那我整理一遍，你说什么？这是不比量的好不好？不比量。你刚说什么？我说凉皮。你说肉夹馍？肉夹馍，凉皮。对，你说凉皮肉夹馍。你说什么？我说凉皮。那我说了什么？我说火锅和川菜。川菜。我说就在这里面。就在这里面。肯定不是凉皮，因为他刚才肉夹馍、鸡蛋、肉夹馍、鸡蛋饼、灌饼、鸡蛋灌饼。应该是，应该是，应该是了。快来看一下。04年宋茜爱吃的是凉皮，看我凉皮、哎、怎么哎？等一下，不愧是演员呢。我问他鸡蛋灌饼，他还给我这种眼神。没有鸡蛋灌饼，来就是鸡蛋灌饼，一个凉皮，真是凉皮。他刚吃凉皮的时候，所以我故意问哪种凉皮。不是因为我以前在武校的时候也是很爱吃凉皮，学校后面的凉皮，对。霞西，霞西，主要是拌凉皮不一样的时候，是因为我2004年年底的时候，就是艺校嘛，就是高考之前，然后就上别的学校去那种准备高考复习嘛，哦、所以我就没回家，我就留在北京。然后我去，上课的那个学校有一家卖拌凉皮特别特别好吃的一家店，所以我每天去的时候，每次去上课的时候都要买一份吃。哇，这太好了！朋友们听到没有？所以喜欢吃凉皮，以后去机长接机一定要买大份凉皮给他，10份10份的送。你还要麻酱多一点，麻酱多一点，凉皮麻酱多一点，好不好？千万不要忘记了，不要香菜。哎，那不要香菜，不要香菜，不要香菜。大屏幕就写凉皮麻酱多一点，不要香菜。好。那最近那个去中国拍戏有吃吗？凉皮应该吃不到了、真的没有。我去的地方是那个苏州那边，对，所以、没有。但是吃了苏州那边就是别的好吃的啊、那也好了，可以解馋。苏州很美耶，对，苏州城，而且我们都是在就是观光景点，观光景点。苏州有什么好吃的？我当时去吃了一个，因为我们去的地方是什么呀？吴江。的一个地方，苏州府那边吴江那个地方，然后那边就是真的什么那种年糕之类的特别好吃，然后还有些其他的小吃，江南的小糕点，对，一般都是他们买过来的时候，我都没时间自己去看，对，辛苦了。好，我们来看一下2014年宋茜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呢？饮食2014，我觉得是因为牛肉了，因为烤牛肉，
为什么？烤肉。因为你在韩国待久了嘛，其实烤肉真的韩国蛮好吃的。对啊，他自己喜欢吃烤肉。我很喜欢吃。其实他也很喜欢吃啊。嗯。每次出去吃饭都一定要吃烤肉，就是要吃烤牛肉。啊，就、哪有猪肉我也吃。对，我们就去的店太多，可是去的频率比较多的是烤肉，不是吗？西餐。对。烤肉啊。那就烤肉吗？那么高。那所以你喜欢吃什么？三角菜。直接问出来一个。直接 Q 出来的。Q 出来。不用猜了。就不要猜的。哎，你喜欢吃什么？掉进去。直接聊出来了就。不是，你要想他的演员是错的，说不定。可是你知道上一次丽颖很好笑，丽颖也来我们的偶像本色，她也写了，我们就说，哎，丽颖你喜欢是，她就说，哎，我忘了我写什么。对，她说错了。她说我忘记了，你该不会也忘了，不会吧？我记得啊，我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我。其实我觉得就不告诉我，也就其实也就那么几个钟吧，烤肉，然后辣，应该是韩国的韩菜，韩餐，来看一下是什么？韩餐，嗯，我猜是烤肉了。哇哇哇哇哇哇！我们真的不熟，真的不熟啊你！原来我们不熟，他忘了。哎，我怎么突然写的是韩语啊？他笨。哎，我刚刚在外面跟中文怎么讲啊？因为我刚刚在外面，然后写嘛，一边说韩语一边写，对对对。可是他拜应该用中文怎么讲？鸡爪，就是鸡爪啊。但是又不是像中国的鸡爪，是辣的鸡爪，辣炒鸡爪，是辣炒的那种。而且是没骨头的吗？对，啊、我是没骨头的，骨很好吃、嗯。也有油骨，但是无骨的更好吃。对，无骨更好吃。好辣，那个好辣，吃到会胃就是哎，我真的很爱翻滚啊！你喜欢吃这个啊？因为早上下次我们去东大门方面不有很多摊贩，我们就去那边吃啊。我请你吃三大份，随便点。好，哎，这好好意外，吃穷你。吃穷我，你吃个一百倍，估计你在炫富是吗？因为他点的是那个炒鸡爪、啊、因为这个鸡爪我中国待了三个多月，然后我上个月才回来的，嗯、所以回来就吃，所以2014年对我来说还十分的短。对，然后呢，我回来以后就去吃了啊，对对对，这个鸡爪啊，因为有一家店就特别好吃，然后我经常去吃。有一次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刚说特别好吃，然后我一个星期去了三次，三次哇！那你厕所应该去的也是非常频繁。没有，可以不是很辣的，但是对我来说不是很辣。你很能吃辣，还算能吃辣吧。然后他们那边还有就是那种珠宝宝。叫什么手？就是手抓饭团，手捏的饭团。对对，那个小饭团，然后一块吃。太爽了，我好饿，天哪！哎，赶快进行下一个周末。哎，周末是其实作为2004年作为学生的宋茜应该是比较幸福的时期了，因为两天的休息。十年前呢、嗯，但是不是两天啊，当时是因为我们学校是星期六还有半天的课啊，所以一天半。艺校一般都会，艺校你们以前学校是可以周末是可以出去的吗？对，可以出校门。哦、嗯，我们是星期不能在外面住，但是就是可以出去玩。哦、嗯，哎，我04年的时候周末在干嘛？需要问你，你应该不知道吧？04年的时候，我们当时会去唱 K。不知道，真的去唱 K， 当时有很多去放学跟朋友去唱 K。我说我上学的时候只去过两次。啊，你不喜欢去 KTV 吗？不太喜欢那种吵的地方。不吵啊，就是自己点歌唱。那你周末都喜欢去哪里玩？还不吵，那么大声音，我不是。你可以，还有一个叫可以选择音量的东西。它可以，但点点点是很大的声那种，就是别的房间都能听到的那种。不是，我跟你讲，一般去 KTV 真的是很喜欢那个气氛，跟朋友在一起。我是去练歌，去唱歌的。真的是因为那个时候小朋友高中没有钱嘛，所以小朋友真的高中真的当时一家长给20块都是觉得很多，然后就挑那个中间、那你去公园唱不就可以了吗？还要花钱去？你知道那叫什么吗？那叫晨练，大叔大妈早上才会去呢，而且那人家都吊嗓子唱京剧的，你知道吗？嗯，好了，我们看一下宋茜04年周末喜欢干嘛？看一下好了，这好好难猜哦。对，这太难猜了。对。39元自助，哎，等会儿让我猜一下哈，是那个吗？北京，我知道，我知道。等，你是有去吃一家固定的对吧？有一家，然后后来又好像又改了一家，反正就是那么但是最早出来的那个，好伦哥吗？
都听得到了、啊、因为我怕那个名字出来大家听到不太好哔哔哔。还好我们是那个韩国的那个 radio， 这样中国听不到。因为我记得当时上学的时候啊，就每个星期周末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东西好像是就催着我，就是就算不别的东西，不买别的东西，然后就要攒够39块钱，然后去吃那个自助餐，你知道吗？然后跟同学一起去吃，然后几乎当时刚出来的时候，这学生几乎都去吃嘛，对，对，他整个自助还有冰淇淋，然后冰淇淋最好吃，有披萨，然后还有什么沙拉，什么水果啊，还有鸡翅啊，什么东西，什么都有，全都抢光。对，哎，那飞是在海南嘛，家是之前在北京待过。对对对，你有去过那个好伦哥吗？没有，因为我那学校太偏了，所以就没办法去。啊、没关系，没关系。但是因为跳舞，因为学舞嘛，但是需要保持身材，那你每个星期周末不会。但是我不是为了保持身材啊，我去的时候我几乎披萨可能就吃一块或者是两块、啊，然后其他就吃好多盘水果，你知道吗？啊、然后享受那种就是可以免费吃很多东西的感觉，就是用很便宜的，就是一点点的钱，然后就跟很多女孩子好像去 party 的那种感觉，对，真的。对，但是别人都是拿很多那种鸡翅啊，拿很多披萨，我就是拿很多水果回来，那不是亏了吗？哎，就是享受那种。对，我同学也这么说我、但是我就是因为我本来最喜欢吃水果嘛、然后不用用我自己的手买回来，不用用我自己削，不用自己去壳去皮、然后可以吃很多很多盘、而且又跟那么多好朋友在一起，对，就是感觉就是跟真的像好像是玩，就是开派对一样。开派对，对对对、那个时候小39元其实相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不算是小钱了、对啊，算是一个月两次那种奢侈，对，算奢侈品。对 对, 对，以前我们买一张 CD 10块钱都存好久。对啊，对，因为妈妈不让乱花钱，20块钱都已经简直了。对，而且是从青岛到北京去读书嘛，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肯定是39块钱都是算是大钱的。对啊，那么14年，14年的现在的周末会，松谦会干什么？逛超市。工作，电视台工作。啊，对，我就忘，因为一般周末节目多，打歌节目都在周末。对啊，到周末的话就是我们工作的时候。可是如果别人工作的时候我们休息。可是如果不在宣传期的话，周末如果能休息你会干嘛？不是，也不会出门。也不会出门。可能会在家里面，或者是到了晚上啊才去超市逛一下。对，对，我有听周密说过，就是你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那你一般待在家里是一个人待在家里都能干些什么？能干的很多啊，可以真的能干看电视剧，可以玩电脑，然后还可以打扫卫生，还可以做吃的。你跟菲菲好像哦。对，我也是很爱一个人在家。也是。一个人打扫卫生这句话可以从你们的嘴巴里面说出来，我觉得好神奇。我也是一个人在家，就是别人说你一个人在家干嘛，不知道，就是磨蹭一天就这么过了。对啊，对啊，对啊。女生是怎么讲？打扫卫生是为什么？就是释放压力，还是说就是家里很乱？我是释放压力，真的。我是觉得脏的话就收拾一下。就是只是觉得家里脏的话就收拾一下。我是偶尔，或者是比如说新的东西和旧的东西就是换一下位置 啊，或者是把旧的东西收拾一下不用，然后把新的东西放在外面，这个很好，又换一个心情。对，所以非是释放压力。那你麻烦下次到我家来。你如果压力太多承受不了的话，我愿意帮你舒缓。来我家打扫一下卫生。那你所以除了周末，那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就是在学校上课对吧？对对对，周一到周六。到周六上课，应该很难熬哎。这是学生生活吗？14年其实周末对于艺人来说没有周末这一说，已经没有周末这一说了，没有休假，没有周末。对，如果是宣传期的话，连周一到周五都是。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出道之后啊，以前是大家每天上学就是很单一的生活，可是出道之后成为艺人能做的事情很多。对啊，有时候很忙，可是忙里偷闲的那个空档反倒会让你觉得更好玩，更可以休息到。对。有没有？我喜欢，你喜欢，大家好都喜欢。好，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哎，理想型，哦吼，理想型，这个、是所有的男性。没有，我只是替那个我们的观众来表现一下那个心理的语言。你看现在所有的男犯就开始在紧张了。对，有没有一点是自己中的？这个会变化很大，因为04年小朋友的眼里和现在成人的那个
现在成年了嘛，对对对对对，就看的想法和那个看法都不一样。那么零四年宋茜的理想型，哎，这个我还蛮好奇，我们一个个问一下好了。我们先，你零四年喜欢什么样谁你的偶像那个理想型的男艺人？零四年，断了。零四年潘玮柏出道了吧？应该出道了，出道了，是潘玮柏。那个时候他刚出 hip hop， 然后就是很喜欢。壁虎，我是壁虎。好，谢谢。多了多了多了。Sorry， 不好意思，夏天要来了，你等蚊子吧。飞的。我零四年那个时候没有说，我没怎么追星哎。你没有觉得看哪个艺人说啊，这个是我理想型？王力宏。啊，这个正常，正常，正常。啊，什么？那你的意思？没有，因为王力宏很多女生都很喜欢啊，因为长得就是阳光健康。嗯，就以前小时候就是说，就是喜欢帅的，没有别的多的要求。啊，对，就帅的，就是。嗯，那周密理想型是？零四年。零四年，我很喜欢 Twins 当时。啊，对对对。而且我都会买那种贴画，就自己在去那种小商品市场买贴画存着。对，当时男孩好像都喜欢 Twins。对，当时男孩就很疯哎。嗯。宋茜呢？宋茜呢？哇！然后你说阿娇。那男艺人，男艺人了，人理想型男艺人，开玩笑。没有，你们说的都是歌手。对对对。所以你是演员呢？你是演员。零四年演员有谁啊？邱泽啊，不对。邱泽那时候还没哎，我知道，我知道，我好像知道。你说，演那个你干嘛呀？《海豚湾恋人》那个男的叫什么？那个男艺人不是那徐杰儿是女的。我还没说《海豚湾恋人》。《海豚湾恋人》跟张韶涵一起演的，演那个老板的，是不是叫什么？快说出来！我只是问一下。我也被你说忘了。哎，不是他吗？你说的是霍建华。霍建华是吗？但是我写的不是啊，不是啊。啊，这个太难猜了，我不猜了，生气了。看一下好了，看一下好了。哦，蓝色啊，宋承宪、哎，你那么早就看韩剧啊？蓝色是想念很，哎，这很红哎。对啊，没有人不看的，而且我看这个是，而且我本来不追星的，这个还是因为我妈妈在看，我觉得。在电视上播嘛，当时经常都播，对对对，然后我妈在看，然后我说这什么呀，然后看，然后就特别上瘾，然后就、啊、是哦、所以当时就觉得啊，我要找个像这样的男朋友。对，因为我可能比较喜欢就是那种浓眉大眼的那种，就是轮廓比较明显的那种，比较立体一点的。零四年啊，那你现在在韩国出道，其实能见到韩星的机会很多，有没有碰见？有见过吗？嗯，哦、啊，见过一次，好像就是在什么活动上面。所以有打招呼吗？啊，你好，对吧？也算是打招呼的一种了，比较腼腆型的啊。一四年，那么一四年，哇，十年这变化肯定超大的啊。对，一四年啊，我写的什么来着？十年的话，太写太多了，又忘了。一四年，一四年呢？一四年的很多，哎，很多，一四年很多，对，没有没有，理想型说漏了，说吧，哎，那宋茜一四年觉得理想型是什么样子？哎，转移话题，转移话题，我觉得到现在了，就是可能女生慢慢变成熟了，应该理想型就是什么孝顺呐，不会说是指人，不会吧？反正我是，但我是这样，孝顺啊，人好，不会那么具体，对，不会写的那么具体了。对于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理想型，就是你说自己好像三十多岁的，就是其实哎呀，其实我的人生也就是这个样子，我其实就是三十多岁已经。那你说你的？我是觉得，说实话，我一直想找，就是因为在韩国待久了，就觉得中国一定要会讲中文。嗯。可是到后来发现，其实语言已经不算是一个固定的标准了。嗯。其实就是。人好能理解，我们是艺人嘛，所以一定要理解我们的这个工作性质。 你也是不是具体的，我不，我没有具体的，说实话真的没有。你要问我零四年我可以瞬间说出来，对，但我一四年真的那看一下宋茜一四年写的理想型是什么，自己好像有点忘了。和哎，你看大家现在都不说合得来，对，以前呢其实就是小女孩嘛，就是看到一个形象觉得啊这个形象好帅啊，好善良啊什么，但是现在就是
好像就是真的是因为少女的时候会被那个偶像的外貌冲昏头脑，不会考虑这么多。对，因为还小不太懂事啊。对，就是哎，现在想的是要跟我过完这个人生的人。哇，我们的话题越聊越深嘞。好深情啊，觉得好老。哎，那既然聊到这儿，我们就顺便问一句话好了。那你都想到就是过完，就是过一起过完人生，那你觉得宋茜，你觉得你什么时候大概会结婚？你理想的那个三十岁中。出你要不要从一数到十数一遍？没有没有没有，是我以前小时候的愿望就是希望在29岁到27岁29岁之间能够结婚，因为就是怎么样女生也要生孩子嘛，就是想要做一个年轻妈妈那种感觉。对对对。但是现在呢，我已经步入那个我以前想的没有了，还小了，还小了。可是我是不知道，因为大家有一句话说是妈妈眼中的孩子永远都是，就是自己的孩子都是小朋友。嗯嗯。但是其实我们一路，哎，我们虽然也没有很大，我们现在才20多岁啊，真的，大家都20多岁，但一路走过来就觉得其实哎，好像我们已经长大了，可是感觉我们自己看自己都还是小朋友。可能因为时间过得太快，真的是吗？你觉得你自己小朋友啊？我觉得我真的是妙龄少男。Oh my god！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话题，不要接你的话了。词语，词语，下一个是词语。04年，用一个单词如果来形容你2004年的生活，或者是那一年会是什么样，发生了什么事情？04年就是在武校的时候，对，那应该是煎熬吧？煎熬算是吗？因为周一到周六都没有自由啊。嗯、对, 对，而且即将面临着高考。高考，嗯，高考。可是我觉得高考是就最、嗯、最青春、最值得回忆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要说最轻松，因为你想，人生真是虽然高考很辛苦，可是过了高考，真的你不可能再有一个这样的阶段。嗯，对啊，高考只有一次。但是我也很讨厌高考。好，那看一下宋茜写的是什么好了。学生，嗯嗯，很简单，就是学生。就在每天上学。其实想好久这个到底要写什么，但是我觉得2004年就是学生嘛，因为我是学生，所以我要高考；因为我是学生，所以我要面临进就是大学的那种考验，然后因为我是学生，所以我要努力的学习，对对对对，准备期末考试。对，哎、嗯，那当时一起上学的学生到现在还有联系吗？同学？嗯，有些同学还是有联系的，对吧？高中的同学。对，哦、我的高中同学，因为我们学校是艺校嘛，就是艺术学校，就是我小学还没毕业。就去学校，所以我们是6年制的，所以中学和高中是在一块儿的。啊、对、啊，那现在回国有没有同学会什么之类的？同学会我一次都没去过，但是就是见过几次，就是比较亲的同学。那、嗯、大家这么亲，见了面之后，想说，哎，之前的宋茜竟然变成大明星，对你的什么反应会不一样吗？哦，有那样的同学，就是特别亲，就是特别热情啊，对我特别热情的同学也有，但是。就是有一些同学就是还是跟以前一样，嗯，就是不管你是不是明星，对，还是就是以前的宋茜，就是还是朋友那种感觉，所以一辈子的好朋友了，对，一起经历过，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就真的是朋友的话，我觉得就算多长时间不联系啊，或者怎么变成什么样子，我觉得再见的时候也还是就是一样，就是感觉的，真的很好，纯友谊，对，那相信很少能找到这样的友谊。真的，你赶快去高中校园上个学就可以了。拜奇怪了。但是那相信你的粉丝当中很多也是现在是学生嘛，然后也要准备高考、嗯、还有一个月马上那些学生，你的粉丝的学生党、嗯、他们就要高考了，那对着镜头跟他们说又高考啊，对，给他们打打气，对，加加油，打打气，加加油。 嗯，其实能给你们的只有加油这句话，但是我希望就是不管考得好还是不好，只要自己努力去做过，嗯，我觉得不后悔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嗯、我觉得只要对得起自己的努力，我觉得那你就是最棒的、哦哇，这学生，好，学生听完这句话就说：“好啊，宋茜都说考不好也没关系，我就考不好。”不行不行不行，把那个意思给误导了。我说过要努力过，努力，对，开个玩笑吧，让大家在那个忙碌赶考的学生中可以得到一个笑一 笑, 笑, 一笑，对、嗯，还是要加油考试，注意取得好成绩，不要给自己多太大压力嘛。对对对。好，最后一个了，2014年，我觉得应该是忙碌吧。
忙碌、哦、我也觉得忙碌了忙碌。他竟然零四年写的是学生，那么一四年应该写的是歌手还是艺人，不会那么简单了啊？是吗？好，我们直接看一下好了，直接看一下好了。其实我是个挺简单的人，艺人，哎，太对了，你说艺人，艺人，你说对了，对啊，真的、就是简简单，现在满意自己的生活吗？还是想回到以前？回没有，我觉得我还是挺满意我现在的生活的，不过，还要为以后嘛。还要为以后就是奋斗，嗯，对，本来我其实我想这边也写奋斗，然后这边写奋斗，因为小时候呢是为了学业而奋斗，现在是为我的工作，为我的人生未来奋斗，但是还是写了学生的艺人。可是很多人其实，现在看宋茜就觉得已经算是发展的很好了，拍戏、唱歌也有在主持，对对对对。那你自己给自己定位的一个成功的标准是什么？你觉得我要到达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想象中的成功了？哦，这个好，这个好难，好难的。嗯，没有，没有哈。嗯，我觉得这个努力应该是就是没有尽头的。嗯，对。然后，我没给自己定过一个什么标准。对，就是无限的一个可能性，能发展的更好就要更加努力。 对,、嗯、对，我觉得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嘛。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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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哇，这句话很好，就是无限循环嘛。对，你也没有想说到了几岁就就不做这一行或者怎么样就休息啊，有这样的想法？嗯，有啊，以前有想过说我到了三十岁就不要做、啊、但是这好早啊，我觉得这个不是我能够去掌控的，我觉得，因为现在已经签约了。哎呀，没有，我觉得虽然是我签约了没办法，走不了。虽然是我的人生，但是在哪怕每一天，我都会有不同的想法，每一个小时都会有不同的想法。我现在这么想，等一下可能会改变我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还是反正开开心心的过一天算一天，顺其自然。对，然后努力的能把我的生活变得更好。能做更多的事情，我觉得就反正开开心心的每天就挺好的。真就是十年前跟十年后的现在这个比，真的差异很大。是，我们通过这个环节其实也可以了解到，就是宋茜对自己十年来的一个整理和一个大的方向。整的来说，我觉得不管是自己的生活还是自己的想法都是朝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在发展，对对对，包括自己的事业，所以作为宋茜的好朋友，我是真的对他表示非常的开心。然后也希望他在之后的这个演艺生活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对对 对, 对、越来越幸福，然后性格依旧很开朗嘛，所以希望他也可以笑到最后，对对对，每天都开开心心的。所以看到这边来，我们也可以明白，就是这么多粉丝喜欢宋茜，真的是有他的原因支持宋茜的。是的，是的。所以今天也很谢谢你能来到偶像本色给我们加油打气。那么节目组今天也为你准备了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礼物，真的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啊！然后礼物，你应该会很开心。我们直接拿给宋茜，对，直接送给宋茜。这是专门为你就是定制的一个盒子，上面对我的名字，香薰蜡烛。打开看一下，打开看一下，这么包装这么漂亮的，打开吗？对，然后你看左边这个是2004年的，哇，17岁的少女宋茜，你先闻一下，是柠檬香，因为比较青涩，少女的时候，2004，对，然后右边这个是2014。淑女宋茜，对，添加了那个叫薰衣 草的香味，哦，比较成熟的感觉，比较成熟的感觉，对，2004，上面写着是你的名字，啊，所以希望宋茜在家里的时候，压力太大的时候可以点一下这个香薰缓解压力。对, 对, 对, 对，你平时喜欢这些吗？喜欢，我平时在家里面点这种香薰。谢谢，太好了，哇！谢谢。哎，等会儿，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姐姐有拿。哇，其实今天因为刚才宋茜就说，对，他喜欢就是啤酒加炸鸡，所以节目组马上就定了啤酒和炸鸡过来现场。哇，真的是啤酒，哎，这个炸鸡好香哦。哇塞！怎么办啊？天哪！好棒！哇！偶像本色炸。
上。真的，我们在结束之前再问一个小问题好了。最棒，我们有很多歌迷之在好奇，哎 ，FX 下张专辑到底什么时候？对对 对, 对，我们趁宋茜来的时候，我们也问一下。在准备吗？但是我们在准备，在准备，对，还在准备。那就希望大家就敬请期待了，能够在夏天或者是尽快。嗯，好，因为一想到 FX 就是夏天，他们这样，对，我们每次都summer， 哈哈 summer。好，那在最后呢？嗯，我们还是要放一首歌曲，那就让宋茜为我们来推荐好了。嗯，是什么样的歌曲呢？你想听什么歌呢？嗯。夏天就要来临了吗？对，然后就听 Hot Summer。 啊， Hot Summer， 火热的夏天。 Hot Summer， 谢谢。那最后一首歌曲就由宋茜推荐的 Hot Summer。 对，我们就在这里要跟大家，要跟宋茜说拜。 对， 对，很感谢宋茜今天光临我们的偶像本色。谢谢谢谢。 玩得很开心，也希望下次有时间多来做客好不好？好。然后我们最后喊一下我们的口号，偶像本色，跟歌迷说再见了。好，一二三，偶像本色，拜拜拜拜。谢谢宋茜。好、oh. wow.
首很好听的 Hot Summer、嗯、今天宋茜来真的是很开心，对对对对，聊到了很多，然后让歌迷和我们更了解宋茜了。哎，我想问一下、嗯、就是你平时跟他跟来上节目有什么不同？因为毕竟是认识很久的朋友吧，私下可能会更加放松一些。嗯，上节目的话可能还是有点小紧张、嗯、但是我觉得他算是就是把他的真我有展现出来。对，其实跟刚、嗯、跟我们之前第一次录节目的时候一样，他说因为在这边一直都在说韩文、嗯、但是突然一下要说那么多中文，就感觉好像特别紧张，怕说错。 对， 对，不适应。对，但是真的非常开心，希望以后不光是以歌手身份出现，演员身份出现、嗯、还是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展现大家面前的这个宋茜、嗯、都可以发展的越来越好。对，然后作为好朋友的我们也会继续给你支持和鼓劲，鼓劲不是鼓气是鼓励。对，就是以我们好朋友的身份会继续给你加油打气的，好不好？希望你发展的越来越好。 嗯， 嗯，对，然后也有很多朋友们也就真的是给我们留言很多，像在微博啊、优酷啊、来往啊上面都说希望请到宋茜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一定要期待这一期的节目。嗯，那下一周的嘉宾又会给大家请来的是谁呢？嗯，对，我们三个人也都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们三个也都不知道。是的。对，但是我们会尽量 的， 尽量的 对， 对，为大家请来很多你们喜欢的艺人和歌手。嗯嗯，那么也希望大家一直多多支持我们的偶像本色，那样我们才可以越做越好。真的，嗯，每一天都是幸福的一天，今天也是幸福的，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开开心心。嗯，那好了，又到了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嗯、每到这个时刻都非常的不舍，但是依旧要跟大家说再见，我们下周时间同一时间见咯，偶像本色、嗯、跟大家不见不散，一二三，偶像本色，偶像本色。